Thank you.
走一下，就是就是感谢一下很多人的，对，要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新浪微博，感谢微博音乐，还有微博明星的大力支持，还有呢，最重要的是为这场演唱会辛苦工作的付出了很多努力的所有的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谢谢。